看我老小孩了啊、哦！你抓小孩今天。咋整是？来了，别跑了，跑了。来着，下爬了，看着啊，没下爬了。你就看这蹭着厉不厉害，我就完了，看着啊。一会儿就得跑，看着啊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这要跑啊！啊，这要下雨了啊、哦。看着没？怎么下雨的啊、哦？这命你说，哎，我没能挖，你看着？看着，捡一个，这是不是？我不是乱整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这是没撒谎啊，捡一个蹭的。今天的收获不太理想啊，还算可以吧啊，二十来个还撑着，也够用了。行了，这完了，要漏水了。我给挡不住了，挡不住了，反喝了，跟扯淡一样。啊，收成啊，收获不小。来吧，老铁们，这就是今天冒着雨、冒着风凑海肠的收获。今天就这么多，给个双击，给个评论。不知道卖海户，靠着啊，撑着啊，马上上货啊。来，好，到位，这个够用啊。那个大的，一个有小二的。看着，老铁们，这就是抽虾神器抽的虾。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小的多，鸭都少啊，鸭都全都放生了啊。今天的收获不太理想啊，看这大秤吧啊，新不新鲜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，够个吗？是哪都是水啊，这玩意儿往哪跑呢、啊、看看这个大贝壳底下有什么，怎么还在往前走呀，有个这个东西啊，我说怎么往前前